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保健养生、吃喝玩乐频道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这是香蕉。香蕉买回来一束，就有很多的香蕉，一时之间也不容易吃完。但是香蕉只需要放两天就开始变黑，而且会开始腐烂。买多了又吃不完，非常的浪费。而且香蕉是一种。 非常难保存的水果，因为香蕉皮发挥出来的。 乙烯气体可以加快催熟香蕉，再加上现在的香蕉表皮都喷有催熟剂，所以大家买回来的香蕉最好是要快点吃掉，而且一次性不能买太多，以免吃不完腐烂浪费掉哦。那么今天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如何让香蕉保存更长的时间。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哦，这是一个水果店老板教小编的一个小秘诀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盆清水，接下来我们加入适量的食盐以及小苏打，将它搅拌均匀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我们的香蕉放入里面清洗。 为什么要这样清洗香蕉呢？这样清洗香蕉，我们可以将香蕉皮表面轻轻的搓一遍。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清洗掉香蕉皮上的催熟剂，这样就可以减轻催熟剂对香蕉的腐蚀。清洗干净后，我们将它拿出。接下来，我们用一个干净的布将它擦干净。 我们将香蕉的表皮水分擦干。接下来这个步骤非常重要，那就是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保鲜膜。我们将保鲜膜折半，然后将香蕉的根部把它包起来，就像这样。 为什么要将香蕉的根部包裹起来呢？因为这个根的部位释放大量的乙烯气体，用保鲜膜将它包裹起来，就可以减轻香蕉自身变褐变熟，这样就可以达到延长香蕉保存时间的作用了。最后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就是准备一根绳子。 将绳子套过香蕉，就这样，我们将香蕉悬挂在通风的地方。这是因为香蕉最怕挤压变形，而且这样悬挂起来可以减少香蕉皮的受力。 面积，从而达到延长保存期的作用。用这个方法保存香蕉，放十五天都不会发黑变质哦。大家是否试过这些方法呢？相信大家看完这个正确保存香蕉的小秘诀以后，就算香蕉买多了，也不怕难保存。用这个方法保存香蕉，相信大家都学会了。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香蕉正确的保存方法哦。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个小妙招可以帮助到大家哦。谢谢大家。